待会儿音乐一响，伴娘就上台把戒指送到新人手里，明白吗？好，我记住了。哟，还单着呢，当初我就说了，就你这条件也别挑三拣四的。哎，你真以为离了我能找到更好的？抱歉，我有男朋友了。不退笔还真不知道，原来人和人之间的差距竟然可以这么大。只要你做杯咖啡怎么这么麻烦呀？等一下，我研究一下怎么用。哪来的土包子，你连咖啡机都不会用啊？上面写的明明白白，你是没长眼还是没长脑子？起开起开，别把我咖啡机弄坏了。阿正，我这电脑开不了机了，能不能先用一下你的？用吧。哎，你这个电脑怎么截图啊？截图你不会吗？我是不是真挺笨的？哦，差点忘了，咱们两个电脑系统不一样，我刚用的时候也一头雾水，哪怕现在有些功能还得上网搜呢。你这么聪明，肯定学得比我快。小黎这手艺不错啊。我浑身上下就这点长处了，搜来搜去就这几道，我都吃腻了。你小子身在福中不知福，我去看怎么还没好。哎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做的满汉全席呢，就这么几个菜你磨叽半天。我手被烫到了。哎，你赶紧的，别让我在朋友面前丢人。乔迁快乐，谢谢。今天是不是有机会能尝尝小黎的手艺了？恐怕没有，我们家我做法。开玩笑吧，这可马上到饭点了，你能做出来？放心。Hello， 清蒸梭子蟹、蒜蓉、烤生蚝。哇，哥们儿，可以啊你。你看人家这，再看你。护照还没找到吗？你得过卵巢囊肿。医生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是卵巢囊肿，平时千万注意别熬夜，尤其不要生闷气。不是医生，这个病会不会影响我们生孩子？我们家可就我这一根独苗，还有这个病不会传染吧？周柏林，我们分手吧。医生说我已经好了，对以后不会有什么影响的。听说这个病很容易复发的。我保证以后绝对不惹你生气，按时督促你体检。你就是嘴硬，他要是真那么好都不跟你结婚，估计只是玩玩罢了。小黎，这家酒店的宴会厅真挺不错的，咱们婚礼也办在这里吧。这里多贵啊。这可是一辈子就办一次的人生大事，肯定要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。哎，他真有傻子愿意娶你，也不知道看上你哪儿了。真是人生枯燥无味，蛤蟆都点评人类了。那你说谁蛤蟆？谁对号入座就是谁咯。哟，以前怎么没发现嘴这么毒呢？那要看对谁了。戒指。千万不要相信跟谁结婚都一样，因为对的人会让你的生活充满光，错的人却会把你全世界的光都熄灭。